差点就会迟到了。反正就是永远约几点，可是很容易就会 delay 那个时间。社畜的行程就是能吃到一碗热汤就很了不起。我以为你要来买宠物的东西。它超可爱，我超喜欢它的。所以可以这样摸完就跑了吗？其实是不行啦，不行。平常有很多流浪猫，所以就是偶尔会来买个肉条，然后晚上就可以在这里捕获猫。是不是快到了？对，就在这边。好久不见。第一个点的饮料就会是啤酒，下班就喝一杯啤酒很爽，第一杯的时候。好，谢谢。我蛮常来的，就觉得来这里其实都可以得到很放松的感觉。下班的吧。哦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好吃了，好好吃哦！好像那个爬完山都会出现的山猪肉，大推他们家的辣椒酱，不是特别辣，可是是很椒麻香，就是觉得台式卤味很适合配啤酒。哦，还有，对，然后跟 always 的疗愈菜尾汤。菜尾是什么？剩菜，菜的最后，菜饼切到最后的菜，剩下来的菜。好一点是剩菜。好，剩菜就没有了。这个人，我就说你人死了，宇宙是新人。别再提了。喝酒老，喝这个新人下一关。喝醉很疗愈。喝就是会醒酒。醒酒用的汤，反正就是你家会出现汤，它就是真的是玉米。这次的行程真的能吃到一碗热汤，就很了不起。就是我每次来经过，然后我就会进去摸猫一把。啊，不用，跟老板都不认识。跟老板不认识，然后因为我跟那只猫特别有缘，就是那只猫有一次真的跑出来的。那很认得你。对，我就要认得我，因为它就是跑出来会在我旁边撒娇，然后会踏踏。那你知道什么是流浪猫理论吗？不知道。流浪猫是不可怜的，但是你过来摸了摸，它又走了，它才可怜。想喂就是因为这件事并没有造成社会太大的危害。可是其实好，那我觉得我对猫的人设，猫设，它并不会依恋你的陪伴。就是当然有时候你摸它，它会开心，可是你没有。你离开它，它也不会觉得怎么样。就是猫的个性，那个情绪是我们人类的。对，可是搞不好狗是适用。它对它来讲没差。对，是适用。就前阵子不是那个麻醉好的时候？哦，对，我有看。到0.05%。En norsk filosof, han mener, at mennesket er født med en halv promille for lidt. Afhældning. Daglig indtagelse af alkohol. Ja. Tilstræbt til konstant niveau. Hey, 我真的试过，然后有一次我无法控，超好笑。对。因为我工作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想很多事情，就是比较进入自己的状态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效果是很好的。有一次是跟导演，然后我喝了快一瓶白酒，一个下午，就在下午时间，然后喝了快一瓶白酒。前面有喝啤酒，反正那天我就是跟导演 brief， 就是我们公司要跟导演 brief， 就是解释我们拍片想要拍什么，然后讨论。然后我同事马上说：“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超感性哎。”我好像认真讲，我每个礼拜会做的事，应该是看书吧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香味的，所以我看香味，所以我看书一定会点香氛，然后一定会倒酒。我放松会喜欢看杂志，各种杂志，国外的啊，我要推一本杂志，我非常喜欢，就是西班牙杂志。然后它规定在室内设计，那其实就是每一季会访问全世界各地的创作者，然后他们的访问是会先以他们的家居家生活为主。然后就觉得哇，在这个时代看旅游书是一件好有希望的事。你会发现，你愿意在看这些东西，即使你觉得现在有疫情，可是
你的某种心底最小一部分，你还是相信这世界会变好，而且你有一天能去到美国。就是国外的调查，比疫情的离职率反而大家有一种豁出去，就是啊，时代就这么差了，那我们更应该把握当下去做我们真的想做的事情。疫情期间冒出了愿望，就是很想好好拍全家人。因为我哥在国外，我就会变成比较认真的想你要怎么跟你爱的人表达情感，然后跟你会很想要做很多珍惜跟你爱的人相处的事情，即使抛在社群上也好，不管是让我爱的人爱我的人都看到的外，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种纪念，因为搞不好有点手机都坏掉了。对，就是他有另外一种方式存正下来。猫咪，哈，你随身会带哦。对啊，大家都要我大屁股是怎样？你小屁屁，所以是大家会随身带肉泥，对不对？会吗？我习惯会随身带罐罐或肉泥。哎，那边还有一只哎！天哪，太萌了吧！你最近有没有乖？下次见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拜拜。